钟声叫起来，天空照是的黑。那不是大城市里妩媚，我蒸了碗面条，炸了个蛋黄，拿起我的板板车去买煤。因为哇，你那么的没得下午好，这个饭好香。老板有工作，贵了不得。自信的自莫名，未来要不得我没给。我只要一个睡瞌睡的地方，里面有我的小姑娘嘞。花儿都开了，你还不来？我只要一间小房子，里面有我的小宝贝，还有我的妈嘞。小伟很好，你们放心哈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，我们家儿子也回来了，回来看到儿子看到老爸心情比什么都好。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每个人都会遇到，但是我们面对生活总要微笑去面对，生活还得继续，就像我们很多粉丝家里面评论中讲到那样子的。
爸，来，我回来了。到肯定不行。女儿，看到你我就开心。这个星期在学校也没听话，听话。今天衣服自己洗的。啊。饿了没有？那就晚一点做饭去。哎呀，我赢了哦！不招人，哪几个？张恩，儿子回来了。说心里话啊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只要谋飞还有老爸，只要他们两个好好的，心里就高兴。所有为何你就想着每个今天测试一千米多少秒，一千米什么三分三十六秒就跑出这个成绩是吧？不好的满分三分五十秒钟，满分三分五十秒钟，然后后来三年飞了。我们家张女佳丽，哎，来坐上去啊。爸，虽然成年人的世界我不知道，但希望你还是每天开心一点。然后毕竟有我在嘛。有你在，嗯，你能干嘛？我能帮你排除，排除万难，开心的，帮老爸排忧解难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跟你讲啊，飞来，就是说你现在要听话一点，不要让老爸生气，老爸就开心了，知道吗？能不能做到？能。脚下着地在走，真的能。身边那水在流，脚下着地在走，身边那水在流。我上去洗衣服了，把鞋子刷了。